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今天呢，我要来给草民哥发三件货，有两件是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有一件还在做证书，我等一下再去拿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件吧。先来拿个证书。今天做了好多，给你们看看手艺人编绳子。现在来打包喽。全部都打包好了，草民哥，现在你的货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记得通知我们哦。如果各位哥哥姐姐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。如果有看上喜欢的，可以联系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